在东大门。底线可以吗？底线可以吗？这叫什么大楼啊？这叫什么大楼？忘记了，出口查一下。好严重的地震了！这柱子裂开，石头掉下来了。我要坐在床尾。
哎呦，怎么那么重啊？小声一点嘛！你的后壁呀！哎，那个，不要摸那个电线，很危险！不要摸电线。你的后壁呀！那个瓦斯哎、欸。